太原女清药，中原二品地官清虚真君，总统左右中三府，共四十二曹，仙官三府，皆动空清虚浑元之气，其功皆五千万里，总主五帝五岳诸神灵仙，其中仙官总计九千万众也，并主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国土之中一切善恶男子女人生死六直，祸福报应，寿命长短，富贵贫贱，年月分限之数，及至世间飞禽走兽，一切蠢动虫与生生之属变化之期，各随分限，言于紫微上宫，并自天官考籍，或得变化，随福改形，随业受报，各有长短年月分限。若有众生多诸业障，所谓不利，当以异花真果、净水明香，昼夜勤虔请思，转诵此经，三元切照，八节言功，积德殃对永消，明书金简，此经功德能治万病，能消众苦，能解灾离，能驱百恶，能集千长，能遵百福，能知受算，能拔忧审，与等众生但当受持，得福无量。今是左右中三府四十二曹仙官之位，与等众生但能供养，功制忧劳不可穷尽，众等虔诚，人各恭敬，至心归命。太原女清中原灵都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为正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灵威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王神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通真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动元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威仰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灵钮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恶正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洞天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九都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通明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疑犯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九考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南昌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考算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格陵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太阳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都律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基明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九令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明都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监天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宣野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监令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幽城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九气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忠臣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九煞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司妃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韩司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执政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督察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役考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摄气曹仙官，太原女清中原司杀曹仙官。
太原女称中原窦家曹仙官，太原女称中原主系曹仙官，太原女称中原司微曹仙官，太原女称中原开道曹仙官，太原女称中原九幽曹仙官，太原女称中原寒夜曹仙官，又宫四十二曹仙官，太原女称所治，属洞空清虚之宫，各有左右中三府，府各一考官，一百二十考吏，一千二百考士，一万二千考兵，并主五岳神人及九地土王，四为八极，一切仙官，及以得道诸学上士，以至善信男子女人，所作功过罪福宝禄之事，大福之人三年一考核，中福之人九年一考核，小福之人二十四年一考核，罪福俱行，功过同报，其宝封于五岳洞宫，并自三元之籍，三官集圣之日，考核之宵，上考神人变化之限，中考大千世界之内，一切学道之人得失之名，进退六籍之宝，下考三界之内，一切鬼神变异之形，逆事之限，至于十方国土之中，一切山川洞穴之所，一切河海土石之中，一切古木泉源之内，但是龙鳞、狮子、孔雀、凤凤、猿驼、龟鳌、松鼠、虎豹、猴猿、张杞、蛟身、乌鸷、狸狼、犬豕、鸠羚、雀鼠、飞走之属、鳞介之群、驼驴象马牛羊之类，应是四足二足，或多足无足，或胎生卵生，或处巢居土穴，或处渊水淤泥，或以古木泉源，或以灵坛井造，或在幽灵古墓，或居古器灵坛，种种形仪，般般异状，是诸杂兽精灵，并诸邪魔鬼魅，或于人间为福，或于世上为灾，皆自运数之奇，并当考教，如是诸群类等，虽处世上，未可一常，若不能为害于人者，至于教陷之时，即当转为人智，所有富贵贫贱考限，并当随其业力所受短长，如是诸群种类，处于人间，若作种种形害，恼乱一切众生者，至其考教之时，即当改易身形，从受苦楚，或作贱畜，或为下鬼，死历久忧，无由解脱。若有众生劝有知识，书造此经，施与人民，共相转读，得福无量，生生之中为人端正，寿命长久，福及子孙。女称曰：如是仙官，并主三界九地五岳四围一切众生，男子女人，所作善恶之名称黑二宝，及应受开道者罪福报应，
考照年月日限，或未得开导者罪对之名，并如清虚之格。六咒上供，以时原始天尊告诸天大众：十方真仙、妙行真人及诸天日月星宿汝等真人，至今已去，当以三元之日，下翳清虚洞阳北都之宫，集教诸地上九土之中一切众生，生死功过罪恶之宝，考对六籍祸福之名，一一当书清黑而简。生死之籍，一切人鬼变化之意，一切禽与改而形状之期，仍需六咒上供矣。以时诸天神仙、诸天宿妖、诸地五岳四师五帝八极真灵、三界官属、一切神仙，各各听命，一一奉行。是时诸天大众复告天尊言：若遇三官考籍，大千世界之内，十方国土之中，一切众生善恶男子女人，生死罪对清黑二宝，功过罪福考算年月，除恶轻重，随时分别，应合生者言明左公，应合先者言明中公，应合死者言于右公。功过生死年月日数，毫末之由，无令差误。若有善信男子女人，多诸业障，所谓不利者，则当书写此经，施与众生，共相转读，或自课词，及以香花种种供养，得福无量，诸灾自愈，业障自消，寿命长久，福及全亡。龙神咸河汝等众生，当信吾言，但行善法，又复忏悔，十方微尘世界之内，大千国土之中，一切善信男子女人，自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或曾举用非道之人，浮华妄语之罪，或贪利入己，无厌无足之罪，或积禄重宝，更爱贪求之罪，或有善人为诸恶业之罪，或怨人人相毁流散之罪，或毁削大动圣教经典及诸圣像之罪，或屠杀一切众生自快心腹之罪，或弹射野兽飞禽及诸走兽之罪，或烧山暴猎杀戮一切含生之罪，或将金银以宝位于食器不生愧心之罪，或迷贪嗜欲自意轻生之罪，或烧毁圣道灵坛仙语尊像及种种经教之罪，或将饮食投于一切秽污之罪，或贪俗之味肥分不厌不足之罪，或餐五身秽足圆圆先圣之罪，或自意毁胁经法不全典释之罪，或合罪群众杀害生灵之罪，或图谋善持人人骨肉妻妾男女之罪，或自心背主图谋国土之罪，或妄伟大道真经妙法种种灵文之罪，
或以粗密二人好密之序，或委天尊至道真人，玉女迎香之序，或至二指点星神，妄说吉凶之序，或烧毁一切众生，仓库屋宅之序，或着佛仙坛灵雨，树木花果园林之序，或与恶人交游，毁痴善人之序，或毁谤圣道仙经，妄生分别轻重之序，或不明缘傲，妄解经义，辟说圣义，不合圣心之序，或执疑敌幻法，毁痴圣道大成之序，或放荡世间，戏弄三宝之序，或面遇世人，心口相违之序，或妄说尊上善恶，不存孝礼之序，或泄露神仙秘术宝，藏灵书之序，或攻击善人，横生无端之序，或托势力，欺广平人之序，或恃势力，抑迫善人及诸贫小之序，或妄造经论，毁谤圆圆圣道之序，或妄造伪书，谤毁圆像天真之序，或教愚痴，作诸种种不善之序，或自尊重骄逸，轻慢师友及诸众生之序，或因功法，实报私仇之序，或无故离别亲爱父母、妻子及诸兄弟骨肉之序，或无故落子双胎之序，或背宗族淫欲亲疏之序，或将毒药投水，杀害一切伦类虫鱼之序，或无故斗乱众生，起诸冤结之序，或无故聚集众生，兴起妖邪之序，或无故投书献策，毁谤三洞大成真理之序，或伪造经典，但说虚无圣道之序，或妄作妖术，有取众生财物之序，或乱善人，使作妖邪之序，或非道取舍，枉益平人之序，或薄贱老丑，欺压贫病之序，或指伪为真，指邪为正之序，或恃势凌削一切众生之序，或阿党恶徒，轻损善人之序，或窒害圣己，欲令倾陷善色之序，吾今为汝等众生所说如前序目，并属三元灵曹仙官考之，若大千世界之内，十方国土之中，一切贤学之士及诸善信男子女人，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违犯如前所说之罪，今于道场之内礼诵此经，悉皆忏悔，咸黑荡除。女清曰：此经功德能制忧审，能解众恶，能消往患，能灭诸恶，能除众苦，能解冤仇，能灭非祸，能知福寿，利益世界，不可穷尽。若有众生持诵此经，福如巨海，力济无穷，雪舟尘沙亦不可尽。汝等众生，但当勤心礼诵此经，严备香花种种，供养生生之中，获福无量，世世富盛，得备存亡。
此经功德，善济人天，福报无极。而说众曰：虚王妙道，三界依王，慈育天地，吐纳阴阳，威济万天，福庇十方，群生父母，浩劫垂光，缓克太虚，积界无藏，九幽得道，五苦清凉，生死法若，特制全亡，持诵此经，福寿无疆。太上太元女清三元品界罪妙经，中卷中。